好，大家晚上好啊！又嚟到我哋星期三晚啦嘅 Lightway 香港嘅分享会啦，咁由我 Susanna 做主持啦，每次我都会讲广东话嘅。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啦，我哋公司嘅超级王牌产品就系 X39 同埋 X49 啦。咁其实咧，原来发明 X39 呢个过程咧有好多嘅故事噶。咁咧其实咧啊，净系讲 X39 咧，我谂我都可以讲个几钟。不过咧，我就想咧今日咧都同大家一次过分享咧两个嘅干细胞激活嘅产品究竟有啲咩分别，同埋有啲乜嘢嘅作用。咁咧，等我今晚咧去详细同大家分享嘅过程入边咧。大家會更加明白 Lightway 整套系統同埋整個科技嘅結構，佢嘅原理同埋咧，我哋咧係可以好放心去使用 Lightway 嘅產品嘅。咁其實咧，Lightway 嘅宗旨就係希望咧，我哋每一個人都係能夠健康同埋咧係能夠活得年輕嘅。呢個咧係我哋公司咧嘅一個使命嚟嘅。咁而咧，我哋點樣樣去令到咧，我哋咧去？達到呢、这個結果咧，咁多年以嚟咧，其實好多客人咧都喺度問，能唔能夠開發一個幹細胞嘅貼片咧？能唔能夠開發一個去疤嘅貼片咧？可唔可以去開發一個去皺紋嘅貼片啊？或者係一個傷口愈合咧得快啲嘅貼片產品啦？咁其實咧，我哋咧亦都好多人都希望咧，就係咧，可唔可以令到我哋嘅身體越嚟越年輕？咁咧呢一個咧都係我相信咧係我哋好多人都追求，尤其是我哋去到中年之後啦，我哋開始有啲嘅衰退嘅問題啦，開始有啲慢性疾病嘅出現啦，開始有啲疼痛嘅問題出現嚟困擾我哋，亦都有睡眠質素嘅下降。所以咧，Lightway 咧係好知道大家嘅需要。亦都咧係好努力去研究，讓到咧呢一個產品咧今時今日終於面世啦。佢就係一款能夠激活我哋身體幹細胞，並且能夠將我哋嘅細胞重置到更年輕、更健康嘅狀態嘅一個產品。而呢個產品最犀利之處咧，就係完全冇創。非常之安全、好經濟嘅方案嚟嘅，亦都咧，我哋咧係唔需要擔心咧，佢咧對我哋身體造成任何嘅副作用。呢、这個 X39 嘅產品同其他 Lightway 嘅貼片產品一樣，都係能夠提升我哋人體入邊咧一種自然生成嘅化合物質嘅含量，從而咧令到咧我哋身體有改善。而一啲啲咁嘅化合物咧。通常就隨住我哋身體嘅年齡增長而減少，例如我哋身體咧，我哋有嘅端粒體啦，原來個端粒體會隨住我哋嘅年紀增長咧，係磨損磨蝕，從而咧係縮短咗咧佢嘅壽命。但當呢個端粒體嘅壽命減少嘅時候，原來就係令到我哋嘅幹細胞係會提早衰竭嘅。咁所以咧，Lightway 整個系列咧，其實就係針對我哋身體自己一啲嘅新陳化合物嘅含量而所設計嘅。咁每個人都希望睇起嚟更加年輕啦，或者係俾人哋感覺更加年輕啦。我相信咧，就算小朋友佢都想靚仔靚女噶嘛，其實係一樣嘅。每個人都係咁樣諗嘅。咁而呢個嘅關鍵咧，原來咧就同光療同埋幹細胞嘅力量咧。有非常大嘅關係嘅喎，咁光療係咩咧？光療其實已經有幾千年嘅歷史㗎啦。盤古初開神創造世界嘅時候咧，就已經咧第一件送俾我哋世人嘅禮物就係光啦。原來光入邊唔單止咧含有唔同我哋温暖我哋身體啦，能夠幫助我哋所有生物成長嘅一個嘅電磁波之外，原來佢仲有一個嘅能量喺當中嘅喎。而呢啲唔同嘅頻率、唔同嘅光線，佢產生對我哋嘅細胞有一個嘅互為嘅作用，讓到我哋嘅身體咧係能夠提升治愈修復能力。神原來一創造我哋嘅世界嘅時候，第一件事送俾我哋嘅禮物就係光啦。我哋人體係會發出紅外線光嘅，而一啲可見嘅波長咧，係能夠幫助我哋身體改善我哋嘅健康，提升我哋嘅能量嘅喎。咁而乜嘢係幹細胞咧？呢兩樣嘢，光療同埋幹細胞係。
支持我哋身体持续健康同埋年轻嘅一个重要关键。咁究竟咩系干细胞呢？干细胞原来就系人体嘅原材料啦。呢个干细胞系能够帮助我哋身体减低我哋嘅炎症啦，亦都能够帮助我哋身体触发一啲死亡嘅旧细胞，即系话咧帮助我哋一啲凋零嘅细胞咧去代谢更新。咁亦都咧系能够分化成为咧多个组织嘅，包括咗能够分化成为我哋嘅骨质嘅组织啦，我哋嘅肌腱组织啦，我哋嘅软骨组织，我哋嘅脂肪组织，亦都最重点系佢系能够自我复制嘅。咁呢个图咧，可能咧大家会更加清楚啦，就系我哋嘅干细胞系能够自我复制成为好多我哋身体有用嘅细胞，而呢啲细胞咧系能够分化俾我哋唔同嘅器官、唔同嘅组织、唔同嘅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去使用噶。咁而咧，佢分化出嚟呢啲组织咧，系去到我哋身体有需要嘅部分去支持，例如我哋嘅心肌细胞啦，我哋嘅肠脏细胞啦，我哋嘅脂肪细胞啦，我哋嘅血球细胞啦，软骨细胞啦，上皮细胞、神经细胞。而呢一啲嘅细胞，如果能够 keep 住去自我复制嘅时候咧，我哋嘅身体就会持续年轻，同埋我哋嘅细胞就系能够重置一个健康嘅状态啦。咁问题出现啦。干细胞同我哋身体其他嘅部位一样，都系会有老化噶。而老化嘅干细胞就会慢慢减慢佢嘅生长啦，亦都咧系会咧随住年纪嘅增长咧，最终我哋系呢啲干细胞咧系唔再去生长噶。咁而注射干细胞而家咧就系、是、过去二三十年啦，我相信干细胞呢个名字呢三隻字咧，我哋一啲都唔陌生嘅。个原因就系咧，而家好多嘅研究啦，都系研究一个新时代嘅医学方式，就系、是、再生医学。而再生医学好重要嘅一点就系研究干细胞点样可以喺我哋嘅人体度增加啦。咁而家最普遍系会透过一个注射嘅方式。咁注射嘅方式咧，最安全、最可靠就系咩呢？抽取你自己身体嘅细胞，然后再培植咗足够嘅数量，注入翻去你嘅身体。但系呢一个过程咧，系非常之昂贵嘅呢一个嘅过程，而亦都咧存有一啲嘅风险喺当中。如果你自己身体嘅干细胞系数量唔足够去培植，可能你注射其他嘅人嘅干细胞，或者喺其他动物身上抽取出嚟嘅干细胞咧，咁其实有机会成制造咗身体嘅排斥，形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亦都有些干细胞抽取不同的动物、或者其他人的干细胞，亦都是有一个道德上面的争议在当中。而且呢，这个的抽取和注射亦都不保证结果的。就算在你自己身体到抽取出来的组织和这个细胞，然后再打入去你的身体，原来都不等于它是打了下去的细胞是会运作得好和运作到的。或者它 keep 的时间很短很快，你又要重新再去做过这个的程序了。而呢，我哋有一个突破性嘅进展，系一个干细胞培植嘅科技嚟嘅。呢一个技术咧就系非常之实惠啦、安全、冇入侵性，亦都唔系非渗透性，完全冇毒嘅。咁咧呢一个咧就系我哋 Lightweight 嘅发明啦。咁究竟 Lightweight 系如何去实现一个干细胞激活嘅呢一个嘅技术工作嘅咧？咁等我咧今日咧就系好详尽咧去同大家讲解我哋嘅 X39 点解可以一路路去发明出嚟咯。咁我哋咧公司嘅投资者啦、founder 啦同埋 CEO 都系同一个人，就系、是David Smith 啦。佢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偉大嘅科學家同埋一個研究人員嚟嘅。咁佢自己已經有130項專利嘅註冊，咁而咧當中咧仲繼續咧係有啲新嘅
專利咧係不斷去申請緊嘅，而佢亦都咧係進行咗超過多過100個臨床嘅實驗研究嘅咯喎。而過去20年，佢係專注研究光療，同埋咧喺個科學上邊咧，佢係一個非常之領先嘅專家。而佢嘅幹細胞激活嘅療法，其實係超越而家嘅幹細胞科技係20年嘅。你試諗下。而家大部分講緊嘅都仲係注射式嘅幹細胞，但係我哋已經係去發展到完全冇入侵性嘅啦。咁咧，究竟 David 點樣樣研究出呢一個嘅幹細胞激活嘅科技咧？其實咧，佢最初係通過研究永生嘅生物細胞重新獲得嘅成果嚟嘅喎。呢啲嘅永生嘅生物咧，佢哋咧有一個特質嘅，就係佢哋係有不死嘅細胞。佢哋好怕咧，當佢哋可能受傷受損嘅時候，佢哋自己身體嘅細胞係會分裂出嚟，而去修補佢哋自己受傷嘅部分，令到呢啲嘅生物咧係可以好快咁樣樣去修復。而呢啲嘅細胞重新喺佢嘅研究嘅過程咧，喺 David 嘅研究嘅過程咧，就發現咧。有一個好大嘅成果，原來佢哋呢啲嘅生物係可以通過刺激而從而令到佢加快嘅生長嘅喎。嗱，好似咧，原來我哋一個叫做玻璃嘅珊瑚啦，咁其實咧佢係有11,000年嘅壽命嘅。咁而我哋好中意食嘅 lobster，即係我哋嘅龍蝦啦，我好鬼中意食嘅。咁原來龍蝦咧最長壽係可以去到200年嘅。咁而咧亦都咧係有一啲螞蟻啦，原來螞蟻嘅壽命咧都係好長嘅喎。咁而咧佢哋咧嗰個嘅嗰個 genes 啊，係可以重生得好快嘅喎、哦，咁亦都咧，佢哋係唔會老嘅喎、哦，即係好似嗰啲工藝係咁做嘢啦，係咁做嘢啦。啊，原來佢哋嘅細胞係冇變老嘅跡象嘅喎、哦，咁而咧，David 亦都喺過程入邊就係研究一啲嘅植物啦，點樣樣可以通過佢哋嘅細胞重置，令到佢哋加速去生長，令到我哋將來咧唔會有缺少糧食呢一個問題嘅喎。咁其實咧，我哋嘅光療科技嘅農業科技咧，其實已經係研究成功咗嘅啦。咁咧，佢就研究幾樣嘢喎。例如我哋嘅花水母啦，原来咧佢个修复时间只系需要4日嘅啫。例如佢嗰啲须咧，俾佢 cut 咗之后啦，咁其实咧佢只系需要4日咧，佢就可以生翻晒呢啲嘅竹须出嚟噶啦。咁好啦，我哋亦都有一个动物咧，就叫做墨西哥嘅蝾螈啊。咁其实佢系一个海洋嘅生物嚟嘅，而呢个嘅蝾螈咧，你切咗佢只手，切咗佢嘅心，或者解开佢脑咧，原来咧佢只系需要50日，佢就会生翻晒出嚟嘅。咁咧，仲有啦，呢一个就系不死嘅蜗虫啦。咁呢个蜗虫咧，佢嘅特点就系佢17日嘅重生期，只要咧你剪开佢个头。剪開佢條尾啦，咁佢個尾就會生翻個頭，個頭又會生翻條尾出嚟嘅喎。咁其實咧，拉威點解會開始研究幹細胞嘅科技，而導致我哋今日有咁好嘅成績咧？其實都要多謝美國再生醫學協會啦，喺20年前就邀請咧美國最頂尖嘅科學同埋醫學嘅機構參與一項研究喎，就係利用蜗蟲。作為一個研究嘅用途，咁你蝸蟲有17日嘅再生嘅時間啦，咁佢就邀請呢啲組織同埋機構嚟研究，睇下佢哋嘅技術能唔能夠讓到呢個本來17日嘅蝸蟲，佢嘅修復期係能夠提前，從而咧去證實咧呢啲咁嘅機構咧，佢哋嘅科技咧係超前啦，同埋係能夠有再生嘅能力嘅喎。好啦，喺成個過程就係。唔係一個比賽嚟嘅，其實係一個一齊嘅研究嚟嘅。咁咧一般嚟講，呢條蝸蟲係需要17日嘅再生期。咁喺成個研究結束之後咧，大部分嘅公司啦都能夠將呢一個蝸蟲咧嗰個再生期推前2日，大約就係15日啦。咁而咧拉威喺我哋咧第一次嘅研究咧就係8日啊。咁即係話咧，快咗原本嘅1倍喎。咁拉威用嘅方法係咩咧？就係用光頻啦，光嘅頻率，讓到呢一個蝸蟲成個生長環境嘅光線嘅頻率去刺激佢，讓到佢嘅細胞
係加快生長喎。咁而咧，我哋呢一個光療法就係用一個頻率啦，去照射落去呢一條蛙蟲，讓到佢自己嘅細胞提升、修復、增加嗰個變裂啦，即係提升佢個增長嘅速度啦。咁而咧最初嘅時候咧，參與完呢一個嘅研究咧，David 就覺得哇，真係好有趣啊！佢覺得佢應該係可以咧，仲更加快嘅喎。咁於是乎咧，佢就成立咗蛙蟲實驗室啦。咁就再次咧去研究呢個蛙蟲，由本來佢第一次研究係17日啦，再去到咧佢正式研究嘅時候咧係8日嘅喎，係咪？好啦，跟住佢就再研究啦。再研究嘅時候咧，就能夠將個蛙蟲咧推動到去4日啦，然後不斷再研究，不斷再研究，通過第39次嘅研究，咁咧呢條蛙蟲咧係成功咁樣樣咧，由17日演變到只係需要15分鐘就能夠生翻個頭、生翻條尾出嚟啦，係咪好誇張咧？咁而咧。因為咧冇多過再研究落去嘅時候冇超過15分鐘，所以最後咧 ，David 咧就用呢一個39次嘅結果，呢、這個唔同光線頻率嘅組合，就將佢注入去我哋呢一塊嘅膠片入邊，形成咗今日嘅 X39 啦。而呢一個貼片亦都呢、這個39次嘅結果咧，亦都係攞咗去做專利嘅註冊。證實臨床實證係能夠激活咧我哋嘅幹細胞，從而達至一個修復嘅作用嘅喎。咁咧有啲朋友就會 challenge 啦，當時都有人話啊，蝸蟲係一個生物嚇，一個生物有細胞嘅生物，但係佢嘅細胞同動物同人體咧係有分別嘅喎。咁你又點樣證明咧？呢、这、一個嘅第39次嘅光頻呢一個組合喺條蟲身上有用，咁喺人體又有冇用咧？咁我哋咧跟住咧 ，David 就做咗第二個實驗啦，就係咧揾咗兔仔嚟做實驗。咁咧我哋咧就請嚟21隻兔仔啦，就將佢哋全部咧就強制性去注射一個糖尿病嘅針，咁咧就讓到佢哋全部咧就變成糖尿病患者喎。咁呢啲糖尿病患者會有咩情況咧？就係佢哋嘅耳仔會生啲瘡，同埋咧有啲膿泡喺度喎。咁然後就再將呢21隻兔仔分三組，第一組就叫做控制組，咁咧就係觀察乜嘢都唔做嘅啫。咁第二組咧就叫做咧就注射幹細胞組，就通過佢哋全部出曬呢個糖尿病瘡口之後咧，就注射幹細胞俾佢哋，比較佢哋嘅修復嘅情況喎。而第三組咧就係改變佢嘅頻率啦，咁就係用我哋嘅能量啦，嗰、那個波頻啦，就去改變呢一啲嘅兔仔嘅環境，睇下咧又觀察下佢哋咧個修復情況喎。咁我哋咧就前後咧就由佢個耳仔開始有傷口出嚟之後咧，就比較佢哋頭7日嘅傷口愈合。嗰、那個情況喎，咁就將呢一個前後咧，就做一個結果嘅比較啦。好啦，咁呢啲咧就係嗰啲兔仔啦，生咗一個瘡口出嚟啦，嗰、那個狀況啦，就係呢啲膿泡啦。咁好啦，咁咧控制組咧嗰、那個嘅修復時間，由於係乜都冇做啦，咁所以咧佢哋嘅修復時間咧係相對係比較慢嘅，咁嗰啲兔仔嘅痊愈速度咧亦都係冇咁快喎。咁而咧係注射幹細胞組同呢一個嘅波頻組啦，咁最後佢哋得出嚟結果咧係同樣增加咗25% 嘅修復時間，加快咗喎。咁如果是基於一個光頻能源和一個基於幹細胞的注射，竟然有同樣提升 25% 的修復時間的話，那即是代表著什麼呢？那我想問了，那大家還去不去打針，去抽幹細胞，去做一個注射呢？那可以考慮的呢，就是用這個光頻，沒有侵性的方法呢，是去幫助我哋嘅身體重新去調節喎，因為咧呢一個雙螺旋式嘅光頻嘅
方式啦，咁其實佢能夠幫助我哋身體去重置一個基因嘅表達，同埋激活我哋嘅幹細胞。而佢應用嘅咧，唔單止係喺人體，係喺動物同埋植物，甚至乎生物上邊咧，都係出現一個好嘅作用嘅喎。咁而2019年咧，X39 就隆重推出啦。佢係2018年研究成功，亦都做咗1年嘅人體臨床啦，做咗好多嘅報告，喺2019年正式推出市面。時至今日，其實咧啱啱先至係5年嘅時間嘅啫。咁而臨床實證咧，X39 係能夠激活我哋幹細胞個肽呢一個嘅含量嘅喎，咁乜嘢係 X39 嘅光療貼片咧？其實咧，佢係一個可攜式嘅光療技術嚟嘅。咁而咧，佢係一個有一個晶體嘅排列喺呢一個貼片入邊嘅當中，而呢個晶體嘅排列係一個納米嘅科並係科技嚟嘅，喺個膠片位置我哋眼係睇唔到嘅。咁當使用嘅時候咧，這個貼片係會俾我哋自己身體嘅光去啟動。我哋人體係一個導電體，當我哋將呢個貼片貼喺我哋嘅身體嘅時候，我哋發出嘅體溫紅外線光就會好似一個電咁樣。通咗呢個貼片啦，就讓到呢個貼片入邊本來嘅頻率咧，就同我哋嘅身體咧係製造一個反射，咁亦都係咧將呢個特定嘅波長反射翻去我哋自己身體，啟動我哋身體 GHKCU 呢個酮態物質。喺臨床事實證明，佢係可以激活我哋嘅幹細胞，令到我哋嘅幹細胞更加活躍，並且產生更加多嘅幹細胞。咁咧，亦都將我哋嘅細胞咧重置為一個更年輕、更健康嘅狀態嘅。咁我哋 X39 幹細胞激活嘅貼片啦，佢不單止唔含任何藥物，亦都唔使注射，只係需要貼喺我哋嘅身體啦。亦都佢冇動物嘅物質去製造，所以就算素食者咧都係可以使用嘅。同埋佢唔係滲透式，唔係其他嘅藥貼嚇，唔係貼喺皮膚度，佢有滲透式，有嘢滲落去，其實係冇嘢滲喺你嘅皮膚入邊。只係入邊有一個頻率同你自己嘅體温去做一個啟動，咁所以佢係冇入侵性，亦都冇膚質、冇乳膠嘅成分嘅，所以咧大家可以安心使用。佢係一個咧貼片嚟嘅，而呢個貼片入邊就有一個納米嘅科技，呢、這個入邊咧就係、是、有一個頻率，而呢個頻率咧就好似就係俾一個 message 你嘅身體，通知你嘅身體，唔該唔該。我哋需要男同性態呢個物質啦，咁就透過激活呢一個物質，從而讓到我哋嘅幹細胞能夠產生嘅喎。咁佢亦都能夠咧改變我哋嘅基因表達，令到我哋咧係重置一個年輕嘅狀態嘅喎。咁咧，所以咧呢、這個產品咧係立竿見影嘅產品，因為咧當我哋用咗 X39 嘅時候咧，係可以提高我哋抗氧化劑嘅含量。並且咧係能夠減少我哋嘅炎症嘅喎，咁咧炎症咧係對一啲嘅慢性疾病嘅病人嚟講咧係一個最重要嘅殺傷殺誒，即係一個殺手嚟嘅。因為當我哋炎症喺我哋身體示弱嘅時候咧，我哋就好容易有唔同嘅慢性疾病出現，包括咗心血管疾病啦，同埋癌症，都係咧因為我哋身體不斷係有發炎嘅炎症出現喎。咁所以咧，X39 嘅作用咧，係能夠幫助我哋咧，係改善我哋呢啲嘅炎症嘅。咁佢仲有啲咩作用咧？就能夠幫我哋提升我哋嘅精力啦。我哋每一日用 X39 可以增加我哋細胞嘅能量。由第一日開始用咧，你就會發現到咧，你開始冇咁攰，亦都咧你攰嘅情況同埋頻密程度咧係會減低。第二咧就係能夠改善我哋嘅睡眠啦。我哋每日用 X39 係可以改善我哋嘅睡眠質素啦。好多嘅報告亦都講啦，好多人嘅睡眠質素係更加長，同埋咧有更深層嘅睡眠嘅時間喎。另外啦，我哋能夠幫助我哋身體緩解一啲嘅痛症啊。咁 X39 咧，亦都止痛效果好顯著。你如果能夠親身感受咧，
你只係需要貼喺你痛嘅地方，咁就可以體驗到咯喎。咁痛嘅地方點樣樣？點解會貼喺痛嘅地方咧？原來咧，我哋 X39 咧係可以貼喺唔同身體嘅位置嘅。咁我哋最建議就係大椎穴同埋丹田呢兩個位置，但係其實佢係任何位置都可以貼。所以如果啲婆婆話：，哎呀，我覺得隻手痛，我貼落隻手度得唔得啊，吳小姐？系可以噶，咁你就同阿婆讲，觉得佢边个位置觉得唔舒服，佢就贴嗰度啦。然后贴完之后，记得叫佢饮翻一大杯水，因为水咧能够推动我哋细胞同细胞之间嘅沟通，亦都能够帮助我哋身体排毒噶。所以大多数人咧贴咗之后，喺几分钟之内咧，开始会感觉个痛慢慢减少。咁仲有啦，我哋亦都系能够帮助我哋去皱纹啦，因为咧干细胞系会激活我哋嘅皮肤入边嘅胶原蛋白，令到呢个胶原蛋白增加，从而减少我哋嘅皱纹。咁大约几耐会见到咧？其实4至12个星期就可以见到你嘅皱纹系明显减少噶啦。另外咧，亦都能够提高我哋运动嘅表现。用咗 X39 可以提高運動嘅成績同埋改善咧運動後嘅恢復喎。咁而年齡喺50歲以上嘅人咧，用咗 X39 咧嘅使用者咧，佢哋嘅健康狀態甚至乎咧超越咧20歲嘅時候喎，哇，好犀利喎嚇！亦都咧有去疤嘅作用喎。咁佢X39 能夠激活我哋皮膚中一個幹細胞，會產生一種叫做重構嘅現象啊。呢個重構嘅現象就將你本來已經有疤痕好耐嘅一個皮膚咧，佢重新去幫佢購置，即係重新建造，而將呢個疤痕去減少。咁呢個咧，我有好多朋友都試過，就係佢哋陳年嘅疤痕竟然咧而家摸咗落去咧係平咗啦，同埋滑咗嘅喎。咁我自己老公咧都喺個額頭上邊咧有一個細個嘅時候撲親啦，咁嘅疤痕喎。咁而家咧係唔見咗嗰條疤痕嘅啦。咁咧，仲有啦，仲有就係能夠幫助我哋傷口愈合加快喎，咁臨床證明咧，呢一種嘅化學物質啦，係能夠提升幹細胞入邊咧，令到佢產生更多生長因子啊。咁而呢啲生長因子咧，係會令到我哋嘅傷口加快去愈合。所以咧，X39 係有能夠幫助我哋傷口自然愈合嘅程序。如果你受咗傷，介傷手嗱，個 X39 貼喺邊？係貼喺受傷位置隔離喎。唔好封住流緊血嗰個位置喎，嚇，係貼喺受傷位置隔離完整嘅皮膚上面嚇，貼近佢就得㗎啦。咁我哋唔建議貼喺流緊血嘅傷口上邊，因為我哋嗰塊膠片啊，咁如果唔係咧，你搣出嚟嘅時候咧，有機會咧就係二次傷害你個傷口啊。所以我哋係貼喺完整皮膚嗰度，咁甚至乎你唔貼喺完整皮膚嗰度，其實你貼喺大椎、貼喺丹田咧，都已經有效果，因為佢係推動你自己身體嘅細胞去揾你身體嘅問題而去做修復嘅。好啦，咁亦都能夠幫助我哋煥發青春啦。呢一種嘅化合物咧，喺臨床實驗上邊咧，被證明係可以改善我哋 DNA。中成千上萬嘅基因，令到佢咧達至咧更年輕嘅狀態，從而咧帶嚟更多嘅活力啦，同埋健康。咁原來咧，我哋臨床實證啦，我哋 X39 喺24小時之內能夠增加我哋嘅3000至4000，重置我哋3000至4000個基因嚇，重置嚇，即係叫佢唔該你。後生啲啦，唔該你年輕啲啦，咁好似同佢傾偈咁喎，係會叫醒佢喎。咁所以咧，我哋貼一片24小時之後咧，你點解會覺得精神咗？就係有咁嘅原因，因為佢會通知我哋嘅細胞，叫佢重置年輕啦。另外，亦都能夠幫助我哋回復青春喎。咁呢一個化合物咧，喺我哋嘅基因嘅改善當中咧，係表達住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信息，讓到我哋嘅身體咧係能夠咧接收一個要年輕嘅信息，而令到我哋呢一個嘅細胞咧係回復青春嘅功效喎。好啦，咁究竟咧咩肽具有提升幹細胞含量嘅神奇功效咧？咁呢個肽咧就係叫做
男同性體，咁個學名就叫做 GHKCU。咁當我哋咧 X39 咧係臨床證實能夠激活呢一個嘅抗氧化基因嘅，咁而 GHKCU 咧就係能夠提升抗氧化酶同埋谷胱甘肽嘅含量喎，而谷胱甘肽係一個排毒嘅物質，喺我哋嘅身體度自己本身係有嘅。當呢個物質多嘅時候，我哋就容易啲去排走我哋身體嘅毒素，同埋幫助我哋嘅新陳代謝加快嘅。咁而提升抗氧化酶呢一個物質咧，就係讓到我哋嘅基因咧係能夠重置年輕啦。咁由一個大小同大老鼠啦，同埋喺大小鼠嘅實驗去表明，咁大小鼠係咩咧？一隻年輕嘅老鼠同一個老啲嘅老鼠，佢哋咧就係去做一個嘅比較，當將 GHKCU 注射入去一個老嘅老鼠身上啦，即係比較老啲嘅老鼠身上，原來佢嘅行為會開始演變成好似嗰個年輕老鼠一樣咁活躍嘅。咁另外咧，亦都咧 GHKCU 咧係可以改善疼痛，從而咧減少咧一個焦慮嘅狀況喎。咁基因亦都發現啦，通過增加 GHKCU 咧，能夠增加我哋身體7個抗痛嘅基因喎。咁 GHKCU 咧係臨床實證係能夠讓到我哋人體更健康啦，精力更充沛啦，擁有咧年青以來從未有過嘅絕佳體驗喎，即係話咧體能都會好啲嘅喎。咁利用咧我哋專利嘅光療法啦，X39 啦，提升男同性態呢個含量啦，而呢個含量本身其實就隨住我哋年紀增長咧，係不斷咁樣去降低嘅喎。咁咧臨床實證啦，亦都我哋咧係通過咧係超過20年嘅啦，前後嚇去研究呢一個產品出嚟嘅。咁而咧 X39 咧係非常之可靠，因為咧佢本身係不含有任何嘅化學物質，係通知你嘅身體自己去產生 GHKCU，從而讓到你嘅身體提升治愈修復嘅能力。咁而呢一個嘅報告就係比較由第一日用 X39 去到第7日嗰個身體嘅 GHKCU 嘅含量嘅增加嘅情況啦。咁亦都咧，我哋係有呢一個嘅專利嘅保護啦。咁我哋咧喺嘅專利上邊咧，喺2020年啦，我哋係獲得咧 X39 獲得幾項唔同嘅專利嘅嚇，包括就係能夠啟動我哋身體幹細胞嘅含量啦，亦都係能夠讓到我哋嘅細胞重置年輕，同埋亦都係能夠增加我哋身體嘅導電體。咁而我哋咧係有將呢啲報告咧擺咗喺 liveway.com 入邊嘅。咁我哋有個 science 嘅部分，大家可以 download 翻嚟睇晒成份嘅報告嘅，咁亦都咧嚇呢個係另外一個嘅臨床實證啦，就證實我哋咧係冇任何入侵性，亦都冇任何物質進入我哋嘅身體嘅。咁而呢一份咧，亦都係臨床實驗報告證實 GHKCU 係會通過 LiveX39 呢個鐵片咧，係去增加佢嗰個水平同埋份量嘅。咁而咧，我哋亦都咧會睇到啦，當我哋用咗 X39 之後咧，係能夠改善我哋人體嘅體能水平啦。研究結果相比啦，咁我哋整體嘅器官咧係會得到改善。由肌腱入邊咧，就係一開始嘅用咧，用咗3個禮拜同6個禮拜，你會見到咧，佢嗰個嘅能量交易係不斷提升，即係話我哋嘅能量係會透過使用 X39，亦都會提升我哋身體嘅能量嘅喎。咁越用得耐咧，個好處就越多啦。咁亦都咧係3個禮拜同6個禮拜相比咧，見到個精力咧係多咗2倍喎。咁而我哋 Live 嘅產品咧係獲得愛爾蘭政府嘅支持啦，愛爾蘭國立大學沃爾偉咧係同 Live 係做一個臨床實驗，同埋一直嘅一直支持同埋做研究，亦都咧我哋係佢嘅生物醫學研究所同埋愛爾蘭科學基金所支持嘅研發嘅一個產品嚟嘅。咁而咧，我哋亦都獲得日本厚生省嘅認證啦，我哋係獲得1級醫療嘅認證，而 Liveway 喺美國同埋喺歐盟咧都係1級醫療儀器嘅認證喎。咁我哋有超過100份嘅臨床嘅報告啦，去支持我哋嘅講法啦，亦都我哋係全球專利啦，暫時冇其他嘅競爭對手啦，因為咧我哋都係攞晒嘅專利註冊去保護嘅。咁過去18年咧係冇任何嘅
FDA 申訴嘅個案嘅，咁亦都因為咁啦，我哋嘅呢個產品咧係被世界各地嘅運動員咧去普及去使用。記得2004年咧就係、拉威第一次啦，去喺奧委會奧運度咧係有泳隊選手去使用啦。當時咧就俾其他嘅隊伍咧就係、投訴話佢懷疑佢用藥啦。咁當時係 energy enhancer 嘅啫，咁而咧及後咧就係、證實咗產品係冇任何嘅入侵性，同埋冇任何嘅違禁藥物啦。咁喺2008年咧，喺奧運上邊咧，就有好多唔同國家嘅運動員咧，都爭相使用 Lightweight 嘅產品啦。咁而2008年亦都係菲比斯個人獲得8面金牌，男女子美國隊都係攞咗總冠軍嘅喎，嘅游泳隊都係攞總冠軍。咁亦多年咧，亦都有其他隊伍咧去使用，直至到2016年，奧委會宣布喺比賽期間係不能夠使用任何能夠提升能量嘅產品喺身上嘅。咁所以咧，2016年之後咧，喺奧運上邊咧，你就唔會見到選手喺身上貼住啦。但係咧，其實佢哋係可以貼到最後一刻搣咗佢嘅，因為佢係冇任何化學物質啊嘛。OK，好啦，咁我哋 X39 嘅定价，我哋会员嘅价钱就系99.95美金一包，咁一包能够用30日嘅喎，系30片啊，即系一个月咧，只系咧780蚊港币嘅啫，咁而零售价钱咧就系149.95，咁就大约咧1200蚊港币左右啦，咁咧我哋大部分都去邀请我哋嘅朋友啦，加入成为咧我哋嘅会员啦，或者系用一个嘅preferred customer 即系优选客户去购买，因为优选客户咧系同我哋嘅会员嘅价钱系一样嘅。咁而咧 X39 系由开发 Lightweight 至今，David 认为系佢最大嘅成就同埋最伟大嘅发明嚟嘅。咁咧我亦都咧系好多谢 David 啦，发明呢一个产品啦，因为呢个产品咧系帮助好多好多人改善健康。虽然佢只系推出5年，全球都系非常之系。對 X39 呢個產品咧係有非常之好嘅回應嘅，而時至今日，Lineway 嘅80%業務都係 X39 嘅，來自 X39 嘅。咁佢有啲乜嘢嘅作用啦？咁佢可以改善一啲嘅肌肉性嘅問題啦、萎縮性嘅問題啦、一啲嘅肌肉嘅硬化啦、重肌無力症啦，亦都係能夠一啲多發性嘅硬化症啦，或者係骨髓性嘅肌肉萎縮症咧，原來都係能夠幫助到嘅喎。咁而咧呢啲就係傷口愈合嗰個程序啦。你見到由第一日用 X39 去到第3日，哇，佢嗰個面部嘅受傷好翻好多啦。咁仲有咧呢啲嘅疤痕啦，你見到個疤痕啊，做完手術嘅疤痕啦，你見到咧佢嗰個傷口咧係喺好短時間就係去修復啦。咁呢班咧就係我哋第一批咧，係會員去試用 X39 嘅一個嘅見證嚟嘅。咁另外你會見到啦，由第一日用去到第355日啦，呢、這個女士咧佢自己嘅皮膚同埋外形上邊嘅變化啦。咁啊呢個係 Mercy 啦，咁咧就係我哋美國嘅一個好大嘅 leader 啦。咁咧佢嘅團隊而家已經接近有7萬人啦，咁你見到佢由2019年加入 Lightweight，去到2023年，佢個樣係越嚟越年輕嘅，咁亦都係全球啦最大嘅醫療團隊都係喺佢嘅名下嘅，好多嘅醫生係喺阿 Mercy 呢一條 team 嘅，咁亦都咧你會見到啦嚇。咁咧就係一啲嘅皮膚上邊嘅改善啦，同埋咧呢一個嘅免疫系統問題，一啲嘅白色咧都係能夠通過咧使用 X39 去獲得改善。咁當然每一個人嘅時間同埋速度係有唔同嘅嚇，每一個人嘅時間同速度係有唔同嘅，但係我哋可以知道呢個產品對我哋嘅身體係持續一個向好嘅結果。咁而咧呢一個咧就係頸椎啦，嗰個軟骨組織咧受壓嗰個問題啦，你會見到咧 C3、C4、C5、C6、C7、C8 咧都係有壓住嘅問題啦。咁用咗 X39 之後一段時間再去照翻一個嘅 X-ray，咁就見到咧嗰啲壓住嘅軟組織咧已經係舒緩咗啦，已經係平翻，亦都係嗰個血液
流量啊，嗰啲筋腱啊，亦都係正常翻啦。咁亦都係呢個傷口嘅修復啦，喺短短嘅十幾日內啦，係有一個嘅好大嘅修復啦。咁咧就係手術之後嗰啲疤痕嘅修復，亦都係非常之明顯嘅喎。咁呢個你見到啦，就係一隻手指啦，成隻手指係斷開咗啦，跟住做咗連線啦。咁最後嘅修復係好似見唔到疤痕咁啦。咁呢位女士啦，你見到佢嘅頸嗰啲頸紋啦，透過淨係用 X39 一段時間之後啦，咁你見到咧，其實佢咧就係嗰個修復嘅情況就係非常之大嘅改善啦。咁而咧，亦都咧，有啲朋友咧就係會有修復身體身形啦、線條啦、水腫嘅問題改善咗，成個身形線條都有所改善啦。包括咗甩頭髮嘅問題啦，同埋一個嘅脊椎側彎嘅問題啦，都可以透過咧使用 X39 咧就去改善咯。咁呢個朋友就用埋 Ice Ray 啦，就去改善埋佢一啲嘅痛症啦。咁見到個效果係非常之咁好嘅。咁用完嘅貼片咧，記得唔好抌咗佢。屋企有植物嘅咧，就益下我哋啲植物啦。然後你淋少少水，觀察下呢啲植物咧嗰個生長狀況啦。一啲可能唔喐嘅植物，佢突然間生到好茂。物啦，一啲瞓低咗嘅頭耷耷嘅，咁又重新起翻啦，已經枯乾咗，變咗枯枝嘅都可以生芽出嚟喎，咁係好神奇嘅，大家可以喺屋企試下自己嘅植物去經歷下。咁另外啦，我哋嘅寵物都可以使用嘅喎，平時我哋去寵物去睇醫生咧，就一定要照咗個 X-ray 或者係去照一啲嘅心電圖啊，咁去做一啲嘅 MRI 啊，個原因係因為個寵物唔識得同醫生講佢有咩唔舒服啊嘛，所以通常都要透過數據照曬先至可以講。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就可以簡單啲，我哋可以透過咧 Lightweight 嘅貼片，包括 X39 同 Eon 啦嚇，咁就係去貼喺我哋嘅狗仔身上。一啲發炎嘅炎症啦，一啲嘅腫瘤組織啦，一啲嘅慢性疾病咧，原來都可以通過我哋嘅產品咧，係可以幫助寵物去改善健康嘅喎，而且價錢係非常之平。咁 X39 係一個幹細胞激活嘅產品，都是一個非常之偉大的發明，好希望大家今日了解多啲嘅時候可以同身邊嘅朋友分享咁多喎，因為我希望我哋身邊嘅朋友係同我哋一齊健康地老噶嘛，係咪？咁我哋最緊要老唔緊要，最緊要有健康、有精力，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咁咧我哋先至能夠咧係有一個優質嘅晚年生活噶喎。咁咧跟住落嚟咧，就想同大家介紹下 X49 嘅發明喎。咁知唔知點解咧 X49 咧係會發明出嚟呢？原來咧當時就係發現咧，就係有呢一個嘅腦退化嘅其中一個症狀咧，就係阿爾茲海默症啦。咁呢一個嘅症咧，就係好影響美國嘅政府啊，因為咧佢每年咧花費喺呢一個嘅這個疾病咧，嗰個金錢係越嚟越上升嘅，即係話好多人提早有呢一個嘅腦退化嘅問題。咁而呢一個退化問題咧，亦都影響咗生活啦，同埋影響咗咧家人嘅照顧啊。咁而咧，亦都咧係成為咧國防嘅一個好重嘅負擔喎。咁當時咧 ，David 就見到咧有呢個狀況嘅時候，佢就開始去研發一個產品，可唔可以改善一個心腦血管的問題，令到我們這個腦退化的問題是能夠改善。於是者 X49 呢就在2022年呢是隆重推出的，它是一個幹細胞性能提升的產品。大家都剛才聽了 X39 第39次的研究結果，它是令到一條蛙蟲由本來17日的生長期變成15分鐘就可以生長到了。而 X49 又是在什麼地方去改善呢？原來它是能夠提升我們幹細胞的能力，讓到我們的幹細胞增加了之後呢，是能夠專注去處理一些問題，包括能夠幫助我們心血管的系統的健康。當我們心腦血管健康的時候呢，我們就減少一個退化的問題出現了，而它亦都能夠幫助我們健康地去提升我們的認知功能，亦都能夠幫助我們恢復
肌肉嘅復原啦。如果我哋能夠配搭飲食同埋運動嘅話，仲能夠咧提升減脂嘅效果啦。咁重點一樣咧，就係佢能夠幫助我哋嘅骨骼健康。咁所以 X49 咧係好適合咧啲老人家去使用嘅喎，因為咧當佢哋有一段時間嘅時候啦，即係可能年紀有翻咁上下嘅時候咧。骨头又碎啦，肌肉又唔足够啦，咁就肌肉唔足够就会导致佢哋行路唔好啦。咁亦都因为咧系有衰退问题，心脑血管咧都系冇咁理想噶。所以如果能够配搭 X39 同 X49 俾老人家用嘅话咧，系相得益彰嘅。咁而 X39 同 X49 有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咧？最大嘅唔同嘅地方，其实佢哋都系一个同性态，但系佢哋母子关系嚟嘅。X39 係提升男同性態 GHKCU 呢個物質，而 X49 咧係提升 AHKCU 同性態呢一個物質。而當佢哋兩個物質一齊提升嘅時候咧，係能夠發揮一個幹細胞嘅獨特作用，令到呢一個嘅能力提升、效果提升。臨床顯示係能夠咧，當佢哋一齊使用嘅時候咧，係會增加33% 嘅作用嘅喎。咁我哋咧研究证实咗 X49 啦，系能够增加 AHKCU 呢个物质。咁咧我哋用咗10个人去研究啦，佢哋嘅年龄分别喺40至81岁之间嘅男女性啦，组成嘅一个血液样本入边咧，就喺基准线入边就系佢哋佩戴咗24小时啦，同埋7日。去採集佢哋嘅血液樣本，去測量佢嘅 AHKCU 呢個濃度嘅。咁研究證實，所有配搭 X49 嘅朋友啦，佢嘅 AHKCU 呢個物質喺7日內係已經有提升嘅啦。咁亦都咧喺另外一個研究入邊咧，統計顯著性表明 AHKCU 代謝嘅利用率增加喎。咁呢個嘅代謝利用率咧，原來係能夠幫助支持我哋嘅骨骼健康嘅。咁亦都咧研究顯示啦，X49 對於非素食者或者素食者嘅 AHKCU 亦都有增加嘅趨勢喎。原來咧非素食者啦，佢呢個群體咧通常係缺乏咧丙氨酸呢個物質啊，咁而用咗 X49 咧，原來係有助增加我哋呢一個嘅物質，亦都咧係幫助我哋咧係更加健康嘅喎。咁亦都咧係能夠咧幫助我哋啦。如果我哋用 X49 嘅時候，能夠食用含豐富嘅丙氨酸嘅食物啦，包括咗我哋補充肉類啦、家禽啦、魚啦、魚製品啦、蛋啦。大豆啦、豆類咧，係會讓到呢個物質更加提升嘅喎，就係 AHKCU 呢個物質係會更加提升嘅。咁呢個亦都係臨床實證啦，顯示咧，一個74歲嘅老人家，佢個體脂嘅百分比本來係37.5% 啦，脂肪嘅質量咧係66.6磅，咁冇脂肪嘅質量咧係109.4磅，健康風險咧比理想值高咗53%，即係話佢身體唔係咁理想啦，高於一個水平線53% 喎。咁而佢用咗 X49 之後咧，咁咧佢嗰個體脂嘅百分比咧係由33.5% 啦，但係佢體脂嘅脂肪咧就係減少咗啦，59.4啦，咁冇脂肪嘅質量咧係有117.6磅啦，咁健康風險比理想值係高20%，即係改善咗由原本53% 改善到只係高20% 啦。咁咧以 X49 仲有啲咩好處咧？原來喺20個人臨床證實佢哋嘅研究結果咧，就係佢哋用咗2個月之內咧，佢哋嘅比較啦，包括咗佢哋嘅仰卧起坐咧，即係就咁起身啦，咁就係掌上壓啊、深蹲啊、二頭肌卷曲啊，同埋握力咧都係有所提升嘅喎，而且提升嘅百分比係相當之高，由47% 去到112% 不等喎。咁另外啦，我哋 X49 其實仲有咩好處咧？就係佢唔任何年齡都能夠咧，讓到你感覺到你嘅體力快速去回復啦。尤其是做完運動之後，另外咧更能夠支持我哋心臟嘅健康同埋個功能喎，亦都能夠幫助我哋咧改善保護我哋整體心血
管嘅健康，亦都能夠加強我哋嘅骨絡啦，奠定我哋好似磐石咁硬嘅基礎，就是、我哋骨頭夠硬淨啦，冇咁容易跌親同埋受傷啦。咁亦都咧係能夠幫助我哋咧安全咁去增加我哋嘅肌肉喎。如果我哋能夠配合運動嘅話咧，我哋嘅耐力咧亦都會發現咧係喺度不斷喺度提升喎。咁咧，能夠幫助我哋嘅大腦嘅健康認知嘅功能嚇，咁咧所以咧用咗 X39 加49咧，其實係會發現咧個腦係清楚啲喎，咁啲老人家嘅退化問題係可以慢慢改善翻喎，咁而咧亦都能夠幫助我哋防 5G 輻射啦，所以咧我個手機入邊咧記得啦，大家個手機入邊咧都記住係放一粒 X49 啦，咁咧我每一個手機啦、電子用品啦，咁我都放一粒喺度噶嚇，咁其實可以唔使搣膠紙啊，咁樣樣就咁放入嚟攝喺個膠套度都得。咁我成日除膠套去拍嘢，咁所以咧我就黐一半黐住佢啦。咁咧呢一個 X49 可以擺喺手機度6個月嘅最少嚇，因為我已經用咗6個月，我都發現佢仲有效果噶嚇。咁樣啦，咁咧係 X49，記住係 X49 放喺你嘅電子產品，佢能夠防 5G 輻射，亦都能夠咧將你手機發出嘅電磁波咧係 harmonize 咗佢，即係平衡咗佢，讓到咧佢冇影響你嘅身體嚇。咁好啦，咁 X39 同埋49咧係首屈一指嘅幹細胞激活產品咯。如果我哋能夠添加 X49 咧，就能夠提高我哋幹細胞嘅性能同埋效力啦。咁而我哋嘅身體變化啦，咁咧 X39 同埋49係有助於幫助我哋身體建構唔同嘅嘢。包括咗 X49 之後，會令到我哋脂肪減少喎，咁咧亦都能夠令到我哋肌肉增加喎，嚇咁啊60日係會增加11% 嘅肌肉噶。咁另外咧就係 X49 咧係令到我哋身體咧更加瘦啦，更加纖瘦啦。咁亦都令用 X39 加49咧係會令到我哋身體產生更多變化。點解會叫做變化咧？因為每個人都係有唔同嘅，例如我哋嘅飲食啊、陽光啊、空氣啊、水啦、啊，咁我哋嘅吸收唔同，我哋其實出嚟嘅結果係可以有分別。咁所以我哋每個人用咗對自己嘅身體好處咧，我哋同自己嘅身體去比較一下，因為每一個人咧都會有唔同嘅狀態嘅，我哋嘅細胞。咁研究結果顯示啦，嚇亦都能夠幫助我哋咧降低呢一個嘅血壓嘅喎，咁咧就係能夠亦都幫助，淨係單 X49 啫，能夠收縮降低嗰個壓力啊嚇，咁亦都咧5.51%。如果加埋 X39 再加 X49 咧，嗰個收縮壓就會降低7.75%，即係再高少少啦。咁亦都舒張壓咧就會降低至17.98%，就係我哋嘅上血壓同埋下血壓咧。都係有所改善嘅喎，咁而咧 X39 同49係一個完美嘅配搭，亦都可以幫助我哋頭髮增長得快啲啦，迅速咁樣降低我哋嘅血壓啦，同埋控制我哋嘅肥胖基因啦，亦都能夠咧防 5G 嘅輻射喎，咁所以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配搭嚟嘅。咁咧如果兩個產品一齊用，咁點樣用咧？X39 我哋會建議貼喺頸後大椎的位置，咁而 X49 咧就建議貼喺丹田的位置，咁其實佢哋係可以撈亂調轉方位都冇問題嘅。咁而咧 X49 亦都有臨床嘅實證去報告啦，不過佢係一個較新嘅產品啦，咁所以咧陸陸續續有再多啲嘅研究咧會陸陸續續 upload 上去嘅啦，咁但係我哋亦都可以透過咧而家有嘅文章啦，同埋有嘅臨床實驗報告啦，去證實佢嗰個效果，因為咧大部分都係由醫生去做嘅臨床實證嘅測試嚟嘅喎。咁而我哋嘅入會套裝咧係好簡單嘅，即係我哋咧就係用呢一個會員介紹會員嘅方式去加入啦。今日邀請你入嚟呢一個嘅Zoom 嘅朋友啦，咁你可以問佢攞個連結去開户口，我哋由會員介紹會員嘅方式去加入去購買產品嘅。咁咧我哋咧就係可以買一包。就係 X39 啦，咁如果你買一包就係試 X39先噶啦，唔使諗噶啦。咁咧就係用一個同級就係100 X39 啦，咁嗰個會員價錢咧就係124.9九毫半啦，有25蚊係會員費用嚟嘅，係啦。咁而
銀級咧就係、是、有三包 X39，咁你見到咧銀級就已經299.9毫半啦，就平咗啲咯喎。咁而咧金級就係499.9毫半美金嚟嘅，全部都係，咁就有五包 X39，再配多一包功能鐵片嘅喎。而白金係有12包 X39，鑽石咧就有19包 X39，再加多一包功能鐵片嘅。咁係我哋嘅所有嘅鐵片套裝係你自己去選擇嘅，個比例就係一包 X39 等於2包嘅功能鐵片。另外我哋仲有一套護膚套裝、活力套裝，佢就係三包功能貼片，咁你用呢個比例就去揀啦。即係話，如果我買一個銀級，我係可以有一套活力套裝，再加一包 X39 同埋一包功能貼片，咁樣樣去計算出嚟嘅。所以咧，大家就可以咧向你介紹你入嚟嘅朋友查詢，或者如果有問題咧，都可以揾翻我查詢嘅喎。咁你記住啦，我哋嘅加入套裝係可以升級嘅，所以你一開始嘅時候歡迎你試用產品先嘅喎。咁我哋咧，呢、這個嘅零售户口咧，同埋分銷商户口咧，喺我哋最初購買嘅時候都有一個無風險嘅保障俾大家嘅。咁如果你係用呢一個嘅零售户口購買，即係你買得貴啲啦，咁咧你就有90日嘅無憂試用嘅保障嘅喎。咁例如有啲朋友話：，我唔想入會啊，我淨係想買一包試下啫。咁冇問題嘅，你可以透過你嘅朋友攞條連結，只係需要登記翻你個地址啦、電話啦、send email 俾你啦，咁好似網購咁樣樣嘅啫。咁咧就可以咧直接寄翻個產品俾你啦。咁如果你用咗開嚟用晒，覺得冇乜效果，你想退錢嘅咧，係唔需要有任何原因，只係 send 翻 email 通知翻公司你登記嘅名，同埋你登記嘅用你嘅電郵登記嘅電郵 send 出去，咁你就可以申請退款噶啦。咁呢個嘅退款咧係唔需要寄翻產品翻去噶嚇，嗰個零售户口嘅客户。咁而至於經銷商嘅客户咧，就係、是、需要將你用剩嘅產品寄翻去，不過你都係可以用呢個產品噶。例如你買咗三包 X39，咁你只系可以开一包嘅啫，另外两包系要原封不动寄翻去俾公司，咁你都能够获得全数退款。咁而第一包你系可以开嚟用，用剩一片都有得退嘅，系啦。咁而我哋另外亦都有一个保障大家嘅退款政策啦，就算你唔系第一次购买嘅买家啦，你买过一次产品，而家再买产品有冇得退？有嘅，只要你冇开过封咧，系可以做到免費嘅退款嘅，咁我哋退款亦都係100% 退翻俾大家嘅喎。咁當然啦，係唔包運費嘅。咁如果例如經銷商同埋咧已經曾經購買嘅客人，你需要退翻貨翻去咧，你係需要去郵局度去寄翻去公司嘅地址嘅。咁喺台灣，我哋最近嘅貨倉就喺台灣，咁啊需要寄翻去台灣俾佢嘅。好啦，咁咧我今日啦，都有嘅詳細嘅情況，你哋想了解多啲都可以入翻我嘅 website www.lifechanges.com 啦。咁入邊咧有唔同嘅產品嘅原理啦，有唔同嘅貼片啦，有唔同嘅見證分享啦。咁希望咧呢啲嘅資料可以幫助到大家更加認識 Live 嘅產品，因為當我哋越認識，我哋就越能夠幫助到我哋身邊嘅朋友啦。咁而咧，今個星期六啦，咁咧就係有一個嘅健康管理師啦，咁同埋咧呢一個嘅課程嘅分享啦，仲有光療科技入喎，咁就喺8月3號喺灣仔瑞安中心舉行嘅。咁呢個咧，我哋就係一個實體會啦。咁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同恒生大學啦，同埋巨人集團咧，就一齊合作咗搞一個雙證書課程，咁係一個健康管理師同埋可攜式嘅光療師嘅一個雙認證嘅資格。而呢個課程將會喺9月開班，而上課嘅地點咧就將會喺灣仔嘅瑞安中心同埋香港嘅恒生大學上堂嘅喎。咁大家可以透過呢個 QR code 去先報名啦，讓我知道你有興趣啦。咁我哋8月咧就開始會收款嘅啦，之前報咗名嘅同學咧，我會陸陸續續發 send message 俾大家，同大家講點樣樣去交呢個費用嘅啦。咁至於你係 Lightway 嘅 member，咁咧你係會獲得課程嘅優惠啊！我嘅團隊啊，講清楚，我嘅團隊係會獲得呢個課程嘅讀嘅優惠嘅。咁而今個禮拜六就會有一個實體會，就會係喺下午3點喺灣仔瑞安中心26樓進行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記得
準時嚟聽我哋嘅簡介啦，課程簡介會。咁我哋簡介會喺3點鐘開始，然後之後我哋接連咧就會有一個咧光療科技嘅體驗日喎。咁所以咧記得啦，我哋準時出席啦。咁我咧嗰日朝頭早咧先至會翻到香港，所以我就趕頭趕命咧就要去灣仔係去主持呢一個嘅光療科技嘅體驗日嘅。咁我稍後會將個連結咧放翻喺 Telegram 啦，等同埋有放喺 Facebook 啦。咁如果大家有需要嘅咧，就可以直接通過個連結同埋 QR code 去報名啦。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想係喺問題之前咧，就同大家講8月份啦，同埋9月份啦。由於咧，我要安排咧就係同恆生大學嘅課程啊，咁8月份咧，我個 Zoom 係會暫停嘅，咁但係我會用其他方法去同大家見面嘅，咁我會拍短片放喺 YouTube channel 度去繼續同大家分享。只要大家 follow 住無藥世界呢個 YouTube channel 咧，你就會見到我一啲嘅新嘅短片啦，去同大家分享啦。咁我要10月之後咧，先至會翻嚟呢一個 Zoom 啦。咁咧等我8月、9月，我專心完成咗成個課程，因為咧同大學合作啦，咁我都好緊張啦。咁同埋個課程入邊咧有好多要同學院去交流嘅地方，咁我都希望咧唔好甩碌啊！好，咁今日嘅分享內容就去到呢度啦。咁咧都想問下大家有冇問題？等我睇下先。咁咧喺個聊天室入邊有朋友就問啦：白內障用 Xl9 可以令到情況逆轉嗎？咁咧其實係可以嘅。咁咧大家咧就係試下去用啦，因為白內障咧就需要咧配搭埋咧咩咧？Canosan 一起使用 X39 啦 ，Canosan 啦，呢兩個產品係好幫助到白內障嘅病患者嘅。另外 ，Eon 咧都係有幫助。點解咧 ？Eon 係可以降低炎症嘅指數嘅。咁阿 Chase 問啦 ，promotion for Hong Kong，any promotion 係講緊乜嘢嘅 promotion 啊？係公司嘅 promotion 咧？咁今個星期就冇啦，上個禮拜就完咗啦嗰個 promotion， 今個星期就暫時就有 Shine and Gym 嘅 promotion， 但係咧就香港朋友係訂唔到，要經台灣嘅朋友先可以訂到 Shine and Gym 嘅。咁另外就仲有朋友就問啦 ，X39 同49點樣貼啊？頭先講咗啦，咁我哋就係貼喺一個貼喺頸椎，一個貼喺丹田，咁就已經可以改善到噶啦。咁、那個血咁其實咧，因為我哋嘅產品咧係一個同細胞溝通嘅產品啊，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咧，你只係需要貼喺身體度，配合咩咧？飲水同埋食得健康啲，因為食得健康啲，你食嘅食物係轉化成為能量俾我哋嘅細胞去提供能量和養分俾佢嘅，咁所以變咗我哋記得係食天然嘅食物啦，嗰啲嘅烘焙食物減少啦，同埋嗰啲嘅有含有化學物質嘅成分嘅食物啦，包括咗啲罐頭啊、醃製食物都要減少啦嚇。咁如果唔係咧，我哋就身體會累積一啲毒素要分解。咁另外就係一啲嘅藥物啦，咁如果可以減少嘅就係減少去食西成藥啦咁樣啦，咁因為好多嘅藥物都有殘留嘅問題喺身體度嘅。有朋友亦都問啊，可唔可以每次只係用 X39、49？其實係可以嘅，因為 X39 就係增加幹細胞嘅數量。X49 就是增加幹細胞的能力，一個有數量，一個有能力，那就 perfect 的配搭了。那還有配合吃得健康，喝水多，足夠睡覺，做一點點運動，你就會發現你的身體越來越健康，還有皮膚越來越好了。那還有氣力是會提升的。那是啦，那還有朋友又問呢，因為很多私訊啊。高低薄 ，OK， 有朋友就問高低薄可唔可以用 X39 去改善啦？咁其實咧係可以喎，高低薄頭咧你係用住 X39 啦。咁嗱，大家咧要記住啦，當你有呢啲咁嘅情況嘅時候咧，唔係一日兩日可以改善到，係要長期用一段時間。我哋臨床證實咧，連續用3個月 X39 先至會激活到咧，3至6個月先會激活到活性幹細胞。咁當活性幹細胞激活到嘅時候，佢就會不斷分拆個爆，即係個爆炸力就會更加強啦。咁所以我哋要有少少耐性去持續用一段時間，你先會見到一個明顯嘅分別啦。好，仲有冇其他问题啊？各位朋友，时间啦，我想请问你，你好，我想请问你，
我瞓觉嘅时候啊，我面嗯。向跟住啊，我就要南向镜测试个气候喎。我想讲多问，一次，你个讲嘢嗰度咧，我听得唔够清楚。即系我瞓觉嘅时候面向边啊，跟住咧，我个南表向镜测试嘅气候啊，我潭话水喂。镜啊！Airway 就得住个 Airway 啊，叫我想问你啊，Lightwave 有咩嘢缺点可以阻止呢啲痰啊，塞住我气口咧？你咧试下夜晚咧贴 Eon 啦，将个 Eon 贴片改做夜晚贴，改做夜晚贴 Eon，Eon，Aeon 系啦。贴到边个位啊？Eon 咧，你咪喉咙卡住个痰咧，系咪？你贴喺呢个，嗰度见唔见到啊我？见唔见到啊？，OK，依样你就试得下啦。将佢 Eon 啦，系啊 Eon 咋，夜晚就用 Eon 啦，因为日头你如果夜晚用 X30 就惊你太精神瞓唔着啊，我夜晚用 X39 瞓唔到觉噶，成晚都精神唔靓，而家打鼻鼾好大声喎。听唔到你讲嘢，你个声系可能我听得差，我你讲多次，塞住开嘅时候啊，打鼻鼾啊，好大声喎。哦嗱，打鼻鼾咧。你打鼻鼾咧，如果你同樣有鼻鼾問題咧，嗱你都可以咧，你日頭要用 X39 啦，咁你夜晚咧用個 Carnosine 同埋 Eon 啦，兩樣一齊用，翻到前知边度？黐喺翻頸到椎或者黐喺額頭，我家本身有黐响个呢个太阳穴，我只眼有问题啊。你隻眼有冇問題啊？哦，我一路黐住好耐，我覺得呢個差唔多啦，黐響嗰個太陽穴啦，哈，黐咗好耐，黐太陽穴都知我。咁你有冇觉得有冇改善啊？有，慢慢有啊有，嘛？有冇慢慢清啊？系啦，慢慢清。嗱，其实咧，记住咧，唔系仙丹嚟噶吓，同埋佢咁细咧。我哋临床实证咧，点解有人问过阿 David 点解嗰粒贴片咁好唔整大粒啲，就咁黐喺度咁可以快啲？咁阿 David 就解释咗噶，原来我哋身体去吸收呢个波频咧，其实我哋有限额嘅，即系我哋自己嘅身体个回应啊，回应呢啲频率咧系有限嘅，所以咧我唔系等于我黐好多就等于一定有用咯，系要俾时间佢吸收，同埋佢亦都要休息嘅，所以我哋所有嘅贴片都系建议黐12至15个小时咯，跟住就俾佢休息，休息完第二日再贴咧，系会更加个效果更加好嘅。呢個攰到大用唔得，要放Guttenfarn 日头贴下，Guttenfarn 点解要建议大家日头用咧？因为 Guttenfarn 咧排毒啊，你饮多啲水啊，咁日头呢嘅时候咧，你系可以饮好多水啊，夜晚瞓觉冇可能饮咁多水啊。我就两个意思，即系呢个啲攰到大用啦，呢个打呢个含胸颈啊，有帮助我咧，有要帮打。助就系佢嗱。佢就唔係幫助痰上頸喎，佢幫助你排走毒素。咁同埋咧，因為痰咧上頸咧係一個免疫系統嘅反應嚟㗎。咁一定就係第一，你有身體有細菌入侵，所以身體產生咗一個痰出嚟，即係痰係身體嘅一個物質，個作用係俾你咩咧？包住呢個細菌俾你吐出嚟㗎。佢就係瞓質就唔要喎，係嗯，訓練佢就要喎，讲多一次听唔到。係瞓質啊，質面嚟咁樣瞓啊，就唔要發生嘅，即哦，係即系瞓打即咁瞓啊？面瞓嘅時候啊，向天啊，佢就要瞓質咧，佢就唔要咁嘅樣咯。我意思個痰上頸啊，瞓質佢就冇嘅。嗱，你試下咧，用咗 Eon 喺夜晚度用，同埋日頭用 X39 啦，用下谷胱甘肽咧，咁你睇下嗰個效果會唔會好啲？咁你個谷胱甘肽咧，可以黐喺胃部啦、心口啦、喉嚨粒位啦，可以黐喺大椎穴啦，或者黐喺你個外關穴啦、內關穴啦，都可以用嘅喎。咁你就試下貼一貼，對你自己每一次轉一個位啊。
即係你嗰個谷光咁大，每一次都轉一個位。哦，我就知咗我嗰度啊，顧大央啊，都係係。啊，顧州翻，即係跳跳，佢咪有5個建議位置，你每一個位置都黐下，每一日黐，即係一日黐，今日黐呢個穴位，聽日黐呢個穴位，跟住後日就再黐頸椎，跟住就再搬去丹田，搬去喉嚨咁樣樣嚟去試下，去咁樣樣用啦。我试下睇啦，我好俾啊，唔多你啊。唔使客氣。好，其他朋友有冇問題咧？好，咁如果冇其他問題咧，我哋之後咧就我哋喺 Zoom 度，我就會2個月後先至再做 Zoom 啦。因為咧，其實8月份咧就仲有公司20周年嘅旅行啦，跟住咧9月份我又有課程啦，咁所以變咗咧，我8月9月休息，但系我會喺呢一個嘅無日世界度用拍 YouTube 片咧去同大家分享嘅。咁到時我都會 send 翻去咧我哋 Telegram 度嘅，咁所以咧你哋唔會唔見唔到我嘅。咁我哋繼續係保持聯繫，同埋咧有問題嘅話，大家入去 Telegram 度問我啦，我每一晚都會清晒所有嘅提問，我先至會休息嘅。咁呢個嘅呢個都會係繼續咁樣樣去做嘅，希望幫助到大家更加有信心去用 Live 嘅貼片去幫其他人啦。咁我哋今晚去到呢一度啦，咁咧我哋咧就係2個月後 Soon 再見啦，好冇？拜拜。好的。